现在我们准备出发去学校了，你那是干嘛？是冷吗？赶紧把袄穿上。外面的天才刚刚亮。过来，让妈妈把你帽子弄一下。书包沉不沉呀？沉。好，走。门锁住了吗？锁住了。啊，又下雪了。把金宝冻的，你穿那个很冷吗？嗯。哎呀，走上去就不冷了，走吧。因为下雪了，所以不能骑车了。我们要走着上去。我已经把金宝的东西放好了，现在带金宝去做核酸。金宝，妈妈把你的书包放好了，我们先去粘牙还是先去做核酸呢？先去做核酸吧。现在在这里等车。还是先去做核酸吧，然后再去补牙，不是粘牙，老是说错哈。你有那么冷吗？啊？有，你摸摸我手。比我的手热多了，感觉。一会儿就暖和了，到车上就暖和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，是吧？对。有好几个口，我们选一个人比较少的地方来做。那边那个没有人，我们去那边吧。就在这儿等一会儿吧，很快的，一分钟都不到。嗯嗯。啊，没录上它就完了。我们现在到口腔医院了，给金宝来粘牙来了，又把我的手机当镜子了。哎呀，这风大的，妈呀！啊，赶紧去，牙一粘我们就没事了。我就要去万达。去万达了还？报一下名字就行了啊，我们预约好了。好漂亮，前面有人，他在这里等一会儿。现在非要来买皮筋。有没有啊？有。要哪一种呢？就要这种就行。我们看看，这这么小能干嘛呀？编的。还要吗？要那么多了？看这个能变吗？哎呀，你吃皮筋了你！是的，要试用一下。这是啥？卡子吗？你不觉得戴上头上很奇怪吗？我看看。像个印章一样，感觉。有麻将的，我看看，中发，好搞笑呀！看着这个更可爱点，要这个。好了，付钱。买好了，准备回家。对。买了几盒？三盒。就会坑我，我跟你说。走吧。